103年度的邮票册在6号正式开卖，全台是限量25万册。中华邮政就表示，这次的邮票册共分为活页本、精装本以及瓶装本，要买要快。103年度的邮票册目前已经正式开卖，板桥邮局企划行销科经理表示，这一次的邮票册共分为活页本、精装本以及瓶装本，每本除了附赠小礼品以外，还有刮刮卡活动，要买要快。那今年首次我们有推出瓶装本，那像今年的精装本跟活页本都是1300元，那瓶装本是1150。那瓶装本它是就是说它在侧身印刷方面就比较没有像那么精美，所以它就价会比较便宜。那我们同时会附赠那个就是刮刮卡，一共有10032个奖项。中国邮政表示，他们发行的每一张邮票都有特殊的意义，有些邮票深具历史意义，还有台湾濒临绝种的动物以及平时不常看的动植物都有，希望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跟我们台湾本身有相关的一些特有种的动物，植物一些植物性的特有种的东西，所以发行邮票它其实它的学问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是希望说从那个下一代那个小朋友对这几有说他就不会去玩那种3C电子产品啊、电视啊那些音响或是网咖那些的，所以那个对学业也没有帮助。可是你在集邮的过程，你会获得很多额外相当好的一些知识。中邮政表示，103年度的邮票册全台限量25万册，错过就没有了。希望集邮的市民朋友动作一定要快。谢凤强市府长报道。